色，是啥物件呢？因为咱今日如果咱来无正见，就是偏见，人见不得在讲，就咱人死去了后嘛无啥物因果，啊嘛无啥物就爱去修到烦恼，啊嘛无一定爱做啥物好人甲歹人，啊人死去都拢无去啊，啊太难因果这物件，所以你这是无正见的人嘛吼。所以讲物件，所以去讲讲清楚吼，甚至来做房间，来做物件讲清楚吼。我做事咧，你未使有这念头想，你未使有这念头想，你未使不念头，就是讲头前26分佛陀讲讲，咱来一空，哦，未使即空，后壁即句话，你未使，哦，原在是有那个空性，啊，那咧头前，安尼空后壁。即句话甲你讲，伊即句话着空了，伊着拢总空空洞洞，着必须就断灭去，断掉着拢总无去。但是因为今日去到27分，佛陀来讲，是我的利欲作实念，你袂使有这念，利欲作实念，甲利欲作实念无相像啊。利欲作实念，如来归苦集成佛的阿弥陀三藐三菩提心，你若有这个，你袂使有这念头。哦，啊，你有这念头，所以呢，这句话，咱来看，你无作事啊，这两句要看好势啊，这两句有无些相符？所以有阵时咧。看经文作认真看，都赢啦。你无作实验，你若作实验，搁查这些两句话。好、哦，假使你有一个念头，如来归苦即上报，安怎个哈？你若作实验，你有这念头，哦，这两句你会分清楚。所以27分就讲，你若作实验，你有这个念头，如来归苦即上报，安尼。哦，所以正定是讲。你莫作事业，你未使有这个念头。如来有32相，要得到，阿弥陀什么三宝？哦，这是是的讲这个物件吼。所以经典里面话详细，莫作事业，你绝对未使有这个。莫作事业，哦，莫作事业，你未使有这个念头。哦，所以来讲，我无相菩提心的人，修得。爱修行菩萨，就不应在佛法上断灭之见。也要修菩萨，一定未使讲法断灭之见。哦，你用一切皆空，会偏到不空的道理，那一定的吼。因为你把苗又把那个落掉，到时苗又在这里吼，这个经济。因为伊有一个心意，伊会出现，就是这粒种子有心意。你若用一粒迄个塑胶做的种子通做形象，迄粒有心意，迄粒就惊幼苗，迄粒惊空苗，迄粒无苗幼苗的。啊，其实迄、那个空性的重点在这个苗幼，空性的道理在这个苗幼，无这个物件。这个是，我这物件叫是，因为这个清净，你都无生起的物件，你都未发阿弥陀的三宝三宝的心，你都未发心啊，你这倒霉，你这佛道未发愿，你心这菩萨没有呢，你心这菩萨得发愿大福，啊，进了地空啊，发愿就是救啊，啊，发愿起来先是作债啊，咁是啊，啊，你若要进那个空的当中呢？咱就不要再做做些些好啦，咱他们那些，对不对？就是看到生那些错啦。哦，所以这点咱一定要了解吼。所以咱来讲，我可以讲吼，我阿弥陀什么三宝地，如果不是断灭相，你讲到无相正定正觉，发无相正觉，因为你要先了解，你无先了解，了解了解了解，你未使把一切诸法都把我死了后。人慢慢学啊，道理慢慢讲，啊，咱慢慢布施，慢慢布施，慢慢发心，那都唔免啦。
你若生活倒去，怎生活倒去？即个同样是咧讲的，可能老师讲，修道无烦恼，啊边啊？修无烦，有修无烦难成道啦。有修无烦难成道，啊有烦难修上生活道。生活道。有烦无修生活道，安尼好。所以嘛是讲通用不能闹事吼。哦，你袂使欠做一项道理吼。所以发无上正一切健康，袂使着把名友提出来。哦，你若偏空用就就是说分裂。那安尼就你叫做豁达风。这个豁达就是咱即句话，就是伫咱永嘉大师也正道过即句话。豁达风啊，波云阁，懵懵懂懂超阳光，豁达出去。就是讲拢无一个啊，啊拢无一切拢无啊，所以讲个空灵不动。但是到尾一个啊也是，这汤水是一百度的烧水，我嘛无管一百度，我无啉过，啊我嘛无哪一百度无啉过，我都把气了，会汤个规规手弄去。这罐农药我嘛无管伊会毒死未毒死，杀了甲啉了，冻作过来甲啉了会死未？唔是讲你唔知就未死人咧，唔是讲你唔知就未吐命咧，唔是讲你唔捌因果就是无因果咧，唔是这道理咧。所以他说，这个因缘，因缘生法，动见即空。所以哪有一句可得，阿修修得，但是你忘了，你忘了，你现在只是一个凡夫，一个讲到这来啦吼。人性还是一个凡夫，人性是要在学爱心法，人性嘛在学法的啦。你不能跟伊自称，人是已经升不起吼。安尼你跟伊设定一份好吼。你只在歌坛空闻名啦，事实上莫接，不接你安个坑啦。哦，现在你是怎空闻名义啦？你得要你恶取空，你就会观果。恶取空观果。这叫做心理断灭，这样断灭结，不是害你家己，害众生。所以今日咱有作者，兄弟姊妹，你真正，因为咱好好做会起哩，代表是你真好是，都给咱一块高技术。啊，高技术当中，什么白棋四会，对，啊，大姐的韩棋四王。因为学习不凡，学甲作者，若要甲讲起来吼，你可能头脑就满意。所以有作者，而且我当讲的迄个物件，啊，所以经过咱论坛会了，咱嘛感觉你意义深刻，但是你要突破它，它绝对跟你说。所以咱我借袂起迄个韩奇树吼，迄个白奇树，特别是这个在找我学。迄个韩培军啊，啊韩培军有一个张，有一个张师兄，伊遐毋是修佛法，啊嘛一起来找我学。所以，确确实实，你先来嘛，真正你要学，肯定很困难。因为来到你前头这个修佛的人是，哦，但是你爱稍准，伊遐肯定甲你问，你爱真正回答得出，是一定作用。但是他们的理论都，他们的理论都很深奥。真正哦，你今日去清分出来，或者你下一件出来，咱今日去拿到钱，咱今日在看一件吼，所以这点唔重要吼，这是真难度。所以如来讲三宗真理无边嘛吼，反正认为我们皆在空，皆在空，一个意思讲空能，意思讲有能。哦，空，空性有是从空性所流露出来妙，也是讲空真理啦吼。现在幽门中。你无论学多些，无论你学多少，哦，又无论你学多些，拢学到一个理念。但是你入这个空门，要注意哦，你学不好，会偏了，反而过来成了罪过。你入这个空门，那是那学唔到去，啊，跳进去天堂里，哇，去天堂里，啊，那学了。那学幽门，虽然讲未当，虽然心着无穷清净的，但是也未开出两条路。所以古早大家讲一句话：灵教只有神虚，
成虚拟，不叫时空如芥子，不叫你误会。伊讲你今仔日来灵灵教持有成虚拟，能灵教我灵搞个教迄个幼诶，因为迄个是福报嘛，虚拟嘛，虚拟山嘛，坚固的虚拟山嘛，等于福报嘛大，但是你还没有解脱，只有福报，所以你不愿时空。如果你若真正把空的道理你唔捌，但是你今日去若无了解，这次等于很细小，怎修我怎无去，你会执着一个我要来行善法。你若执着这个欲望要来行，执着这个我要来行善法，即使不能观理我定思想，而修行有老的善法，虽然执着。虽然执着很厉害，像苏弥山的一样的坚固哈，在修行的过程之中，你得到大福报哈。他只不过是没办法去生息，因为就因为那个啥样嘛，我等释迦牟尼才能够见到阿罗汉嘛。那你那个一下五相分、第九分就讲得很清楚。哦，以修又了解显法，随即就讲你看，你等起等起成一个很大的福报位啊。这个虚弥山的坚固就是一个很大的福报，它只不一基本上一条生死，但是后边来讲，不能先为啊，这个两个先分的多，不先为多，不能先为无劳是因呐、啊，而已。但是咱决定爱保持天人的福报，这叫做灵教，灵教即有殊。下一句就是不叫时空如芥子，啊，就是讲讲咱今日去修到哪，落一个空间，哦，变成一个芥子，那么的小一点点。啊，跟你讲嘛，你无得着物件，一定是点点的物件。哦，安尼下一句，哦，一点点，这可不得了，你因为你着到一个空间，所以从旁边基本算，哦，说不要花心的。那在修行了，一切都是虚空。哦，但是咱无量，咱阿是一个大凡夫啊，阿是一个无有超生死啊，一切众生啊，只不过因果报应是虚无不离的物件，所以咱爱依着佛法，依着正法去发心修行，你就依着凡夫，依着依着。你的反不反去做些事的努力，但靠拢在讲空，但是行拢有有中。如果咱今日做恶因做恶业，照样回来变成恶果，照样是罪了三恶道。你把这个声给有讲了，给众生听，众生就跟你听，安尼众生跟你变成恶。今天不是还是义吗？也是还是众生吗？所以修行不得为人不定，不可以反面。所以这一科哈、哦，到这里完全做了个结束。决定相果，决定相心离相，离相，离这一切之相。你虽然离空，但是不执着空。离相不执着相，离空执着空。你会都在空空洞洞，哦，离空离即个空，你也都空空洞洞，所以这点要来注意。所以《金刚经》的27分，叫你唔能去进入空的内底，哦，安尼大概有些概念了吼。那你这当中呢，你时间可能已经超过黄金了吼，所以这当中，咱鼓励大家吼。有甚物？哦，你即段当中哦，有甚物能做了解？因为当然，这是啊，见个人的迄个见解不同，看法不同。啊，咱若有需要讲啊，要分享者，啊有对一段啊无足清楚，咱无见咱提起问，啊嘛提起做分享。我定因为你小事无提，你知影啊，叫我唔知。一个问者，啊，互唔知人，啊，知，安尼嘛是一个目的，哦，安尼好，啊，问你知，
我含住不好。你无得着利益，惊你得着利益，啊，但无得着利益，安嘛唔好啦吼。所以是不是讲，咱各位大家有分享者，平常有哪样？